早安龙回啊，这里呢说是早安我们的华人沙会，啊，像早晨出生的太阳一样啊，光芒万丈。那之后呢，我们有请啊处长为我们送上新春祝福。首先是早安龙回。Okay, IB's help run all star. Good morning, all for you.
尊敬的女士先生们，病人大家晚上好。好像没声音了。好，用另外一个麦克。大家，你好。这个声音很小啊，对对对对。我是陈嘉琪，代表明州华人商业联合会向大家拜年。今天非常高兴，大家在百忙之中踊跃参与今天的春节晚会。商会不知不觉已经成立了第五年。啊，侯姨，一定要给你穿身 ，as anyone says to you。在过去的五年中，商会给我带来认识了更多的朋友，在我人生成长也成长了不少。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与社会之间的价值，在过去两年中一直感恩着帮助过我的和商会各与其他组织的团体。比如我过去两年中，我们商会跟其他组织合作过的 CDC、MDH、ANPH 还有 SBA， 那当然还有 MA。感谢对三位一直的支持和信任，还有MANG 他一直带领着三位走进了社区的服务，为三位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前景。还有 CCC 团队明州华人社区服务中心与三位这几年紧密相连合作，不断加强双方友好的关系。当然也少不了其他的团体。同时大家应该都认识的李莎女士和其他之间不在场，就因为其他原因。在三位成立以来，她默默地付出了辛苦的工作。我代表三位感谢她这五年来的付出。那当然还有其他的。三位的兄弟姐妹们每年对三位的晚会鼎力的资金支持，比如我们今天有在座下面坐了二十几个 VIP 的几位企业老板。但我不知道感恩的话永远是讲不完，我都定在这里。未来商会发展，商会和个人永远都是紧密的相连。今晚可能大家听得不要哦啊，我辞去会长职位一职。我再次感谢大家这五年来的包容，先请大家多多包涵。由于我个人希望多留点时间陪我的小孩子和家人，因为我的孩子实在太小了，但我年纪也不小了。所以说我做了这个大胆的决定，但我以后的商会所有的活动我本人一定还会去参与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请大家还是多多包涵。我们男人是社会和家庭中共同承担的责任，当然同样女士们为家庭的付出也不否认的，因为没有他们，我们根本就没更多的时间去发展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